这个不是书，这是敦煌文化的海洋和土壤，拨开历史的尘封，再次畅想千年的盛世繁华。其实真正敦煌文化的传播也是这些人默默无闻的在写在画，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我们曾经的辉煌。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打开历史胶囊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创意。